在何时何时当前使用你们的个人电子用品，稍后我们会收取你们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捐款。另外，根据单次机场保安条例，所有过境乘客都必须落机前往候机室等候，请带齐你们所有的个人物品落机。任何没有人认领的物件都会被搬离航机，再登机后请返回座位。谢谢。另外，为预防非洲猪瘟传播，旅客禁止携带肉制品入境，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新台币100万元。多谢各位留意。
座位并保持安全带扣上，并扣上安全带灯号熄灭为止。当打开行李柜时，请小心以文件跌下。请离开机舱时，隔着所有嘅随身行李，避免遗留喺机上。阁下现在可以使用有网络功能嘅个人电子用品。我哋好高兴为阁下服务，希望好快就可以再同各位喺云嘅一家嘅成员国际航空上面见面。各位乘客，欢迎来到台北。为安全起见，请留在座位上并保持安全带扣上之字，扣上安全带。